找找不到爸爸，总算找到你啊！囝，你母啊吼，真要紧，代志要找你啊，叫你赶紧过。什么代志啊？你先带我行啦，我搁家己解释啊。我唔捌你啊，哪会当对你行啊？无啦，啊你看我先生，我一看就是饭店冤家，对吧？敢会甲你拍？囝，啊个时间也袂远咧。无啦，啊唔过，阮丈人讲爱我咧，才等全全的。 你们烦恼啦，你妈等一下打电话给恁丈人嘛。啊，你妈吼，即马是足需要你的，那是即马无过吼，也足麻烦的呢。莫麻烦，莫麻烦。阿健，我知影，你真重视今仔日电视台的拜会，啊，不过去咧杨慈英拢超工甲你边缘化，你嘛无需要甲伊客气。所以你归去，该叶志成的代志闹大，我大家拢知影。明的。 这代志若是处理无好势，是会去伤害到少强，还佫阮的新创品牌。你就是安尼啊，等你惊死，放惊飞，所以你才会第一日甲一点仔地位拢无。好啦好啦，既然你这样子会拍歹感情，你就乖乖听伊的话，继续做你的小媳妇好啊。啊，不过我唔甘愿，唔甘愿你就改变，啊，只有摕到主导权。 才会当保护叶少强的新创事业啊！咱做代志袂当甲咱看干净，爱看较远的。就算讲会甲叶少强小可伤着，啊，不过这对恁的新创品牌是有好无歹啊！而且，莫只有安尼，才会当甲你第一日甲地位保掉的。若无杨慈英，一定会甲你压落底。那你打算要哪做？会当甲叶志成的代志压出来？ 煞袂去伤害到少强，还佮阮的新创品牌。你放心，我知影你真要紧你的新创事业，我会甲你做伙保护的。那你打算要安怎甲代志弄好多？你等下就知影，你只要配合我就好啊。阿红啊，你爱知影，你即马所做一切，拢是为着要保护你甲叶少强的心血啊。凭啥物拢是你伫付出？ 顶都是杨慈英伫咧剪尾刀啊！你放心嘛，我嘛袂互其他人知影你暗中搞到啥工诶。哦，我配合你。西头要人西哦。对啊，等一下调你去人西好吧。我有啥人西？因为恁妈哦，等一下要住东西啦，伊着希望你等下好好啊表现，啊家咧场面哦，我真劳累安尼。 哦，对对对对，阮妈有讲哦，伊要去电视台了哦。你看哦，我甲伊喷哦，所以哦，等恁若是好好表现哦，恁妈哦绝对会真欢喜。哦，好，我妈欢喜哦，来晒来晒，还能听我讲话。阿婆，迄个毋是你安排？ 不是啊，阿伯向安排。志成，那你来得？真闲嘞，阿哥唔是甲青年社会，那你怎么人西啦？ 本来是想要有一个surprise，所以专工来跟我大家看啊，啊，不过有淡薄仔漏气，但咪计较吼。哦，对对对，都惊吓啦。啊，七幺阿婆，我看我边个方向讲，也从今日头开始小心些呢，因那会受伤，敢唔讲啥物时阵会好起来？大家好，我是叶志成的妈妈，确实是阿红讲的，无人比我更加有资格来说明伊的状况。就像你所看到的，伊确实是受伤啊。 因为想到别人的攻击，才会变做安尼。啊，不过相信伊真紧就会好起来，我对伊有信心。叶夫人，叶总经理即马变成安尼，你感觉这会影响到智能衣的销量无？
产品若好，绝对行销袂出去。而且我相信阮的消费者绝对有这个智慧，所以这款代志绝对袂发生。关于公司的部分，三年来底个计划，阮拢已经完成啊。我甲阿峰、阿甲校长嘛拢有共识，所以来阮今年伊会愈做愈好，以永续经营作为目标。而且我嘛会继续服务社会大众。那安尼我无问题啊，杨夫人，你真正足坚强的，阮来替恁做伙去上好无？好啊。好。阿叔，咱放不下你啊，一定要去上。我那去顶个的相声嘛，真好吃的啦。是。妈妈目睭嘛足疼的，啊，不过人要甲咱斗三工，等来互人好做代志。啊，恁哪会笑笑的翕一下相的？好。来照你嘛。哦。你咋知影我会来找你啊？吼！你搞恁个创造起来创啥？快，就好阿公，好呗。我嘛是恁丈母遐亲戚，咱俩算是有关系，你知无？安尼个啊！娘，那恁反驳阮的技能的时阵有想到这点无？啊！你搞恁二哥创造互伊闹鬼的时阵，敢够有想到这点？嗯，哎呀，你我求情哦，李永志，先把代志搞搞清楚。我遐嘛是好意，不知影为啥，你竟然无资产去对，所以我卡把资产拖过。好好好，安尼，你叫阮二哥去两灾，又果是安怎啊？真正伊想着财务是好代志啊！我来想看，何止才搞丢的，用我卡老赖的。卡老赖是吗？我看哦，你是欠钱啦！你今仔哦准备做我的人肉沙包，我得要看你的嘴呢，还是我的脚手呢？咁讲吼。到底想叫人死？有啥目的？我已经跟你讲，谁敢听袂落去？我看哦，你是缺氧、头脑不清楚，开些答非所问啊！来，不要紧，我替你恢复精神，补充一下气力，够气啦！你跟阮二哥去两灾，是要让大家知影伊受伤的代志。你害阮二哥红笑，是要消灭叶家的面子，对吗？我无。啊！佮讲无，你的手就要断去啊！好，你老爸是杜泽，佮曹凤叶叔。跟阿峰什么关系？是杜晨，跟我讲，曹凤嘛知影这件代志，我拢交代清楚。你有意见哦，就等伊拍我，免你滚后，免遐烦我。不可能，阿峰不可能做这款代志。你莫想要搞代志，老板，别人同事你无代志啊。会当和你讲，免，你跟我行事，有代志在当面讲我清楚。行。你男主人家属都要卡当当，你家己做的代志，小叔要把我砍拖落去啊！咱是亲家呢，你安尼做更对不起我妈。不是啊，我迄阿妈哦，就是被叶少强拍到要死的，若无甲伊救出来哦，伊要拍我耍。所以就让我落水，好
害阮阿母的感情来替你家己出轨。你想好把话收回去哦，好好把少强解释哦，你莫想要破坏阮两个人感情。你稍等。如何讲伊有证据？既然你讲二哥洪草造跟你无关系，那你我就请陆克把证据揢出来。问唔对，你刚去电视台接受专访的时阵，你穿的都是这双衫。而且背景嘛确实是电视台。好啊，你会当回去啊。啊，我甲你警告，你若是搁卡自信，我绝对袂放你耍。甲恁是无关好。因为我去阿姨，伊要家己的手，顺利来咱金城业的经营。我去你，唔去甲二哥甲咱的品牌做切割。所以拄上人甲我讲，伊要甲我斗三工的时阵，我就答应。所以伫个电视台，自身伫个人赛的时阵，你根本就已经啥物拢知啊！你安尼是咧欺骗我甲少强呢？刚讲我讲我知影，互恁去，互恁跟我避免，我当然嘛袂承认。曹凤，你可有迄个面才甲阿姨应嘴应气啊？我甲你讲过偌济摆啊，不管你要怎无理取闹，我拢会当让你。啊，不过你就是不要想我厝内底的人，做哪物这种代志？因为我去袂过。这个品牌是咱两个钱包跟咱在经营的结果呢。二哥即摆一个状况，真有可能会毁掉咱品牌形象。啊，不过你算以为软心，我来跟伊切割。所以你都拄成安尼利用二哥，安尼伤害阮家，顺我连做伙拍命的形象嘛，做伙伤害。啊，若是安尼，你就莫讲你有偌要紧这段婚姻。你嘛莫讲你有偌重视钱，因为伫你的心内，你要紧的，拢只有你的心情尔。啊！我真正想无呢，你哪会遐尔啊自私啊？我叶少强哪有你种尔尔自私的太太？我自私是为着你。是，你是为着我。啊，不过只要拄个代志无顺你的意，你就失去理智，规人气啊个啊！连家己人甲外人拢分袂清楚啊！啊，唔对，也是应该讲，在你的心内根本就无啥物家己人甲外人，只要拢甲你徛共边，照你意思去做的啦，就是你的家己人。啊，若无你若拄出来伤害恁人婿，破坏恁人婿的事业，甚至代志不空，你阁好意思在大家面头前遐尔啊大声？像你拢无得同款，我安尼做，拢是为着你。假使讲你今日愿意替伊娘，我好需要撮阿人来跟我斗相共事，我有毋对，你敢拢无做毋对？有，我有毋对，我毋对，伫我无好啊熟识你，我就甲你结婚啦，是我。是我想过冲动，那是我，是我伤害这个家，是我伤害这个家。我真正，真正足忝，我嘛已经无气力，去经营这段婚姻啦。这个时阵唔通讲这款话啦，吼。阿姨。这话我藏在心内，我唔知影想偌久啊。我真正足忝的。我甲洪结婚的时阵，我真正足爱伊，嘛足感谢伊。啊，不过即摆，我就会啥物都不做了。
望着你来。